美女，这有人坐吗？你看有人吗？没有。没有还不坐，发车了。哦哦，好好好。美女，你是一个人出来玩吗？好巧，我也是一个人。你这搭讪技术有点尬呀。哎，我从书上刚学的，这个就叫尬搭。美女，伞坏了。打不开了。用我这吧。那你给我，你用啥呀？我还有。啊？不是，你自己出来带两把伞啊？那开车还有备胎呢，以防万一。行，谢谢了。25一把。啊？咋？25一把。不是，你这也不是收款码啊。就加个好友嘛，咱俩不都一个人吗？我又不是真给你要钱，开个玩笑。这也是从书上学的。那我也不是万能的，你们爱咋咋地吧。哦，那我啥也没听见，我也没看见，我看雪山呢。哎，没事吧，美女？没事，我都有点热。热？那咱俩离近点就好了。为啥啊？心悸自然凉了。有理。哎，你干啥去啊？你是要离开我吗？我要去卫生间。答应我别走，跑起来。哎呦你妈！给你。这干嘛？向日葵啊，向日葵代表着温暖和希望。困难是永远拦不住一个想解决困难的人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开心一点。谢谢。啊，不过本来也没啥事儿，就是家里的琐事儿。哦，那没事就好。那现在好点了吗？嗯，好多了。好多了，拿来。你啥意思啊？我借别人拍婚宴的，我得还。你以为是我的？来，伞还你。不用了，送你了，留个纪念。行。哎，你住哪儿？我刚来。还没定呢，这旅游人比较多，客栈比较紧张，咋了？那我跟你说个地方，去吧。哪儿贵吗？不贵，去了就知道了。那你给我发过来。行，再见。再见。你好，咱们这还有房间吗？还有一间大床房。多少钱？580一晚。580？对。哦，那我再看看吧。谢谢你啊，不好意思。再见。哎，老板好。哎，那谁？是你住宿吗？给你免费。如果大雨落下